相见的名字。志同道合。还有小费。谁给你？来，你说小 A 等于 X， 然后 AB 大于 AC，AB 大于 AC。可以开聊天。AB 大于 AC。AB 的线大于 AC 的线。啊，你讲错了，你的公鸡啊，你的公鸡也没办法小红，你甚至差一点点。刚刚那句话好像骂人，卖他小黄。听起来好难听哦。小老板手抖。每次取那个名字干嘛？没有，我是不好取。因为他们是等腰，所以他们两个脚一样，然后我把它设为他们等于脚一。然后内角和是180，所以 x 加二角一会等于180，然后同除以二会等于二分之 x 加角一等于90，然后整理一下就会变成角一等于90减二分之 x， 然后因为大角对于大边，小角对等边，所以 x 会大于90减二分之 x， 讲错了，大于了，大于了。大于了然后二分之三 x 小于90，然后再同除以二分之三，就会变成 x 小于60。然后因为角度不能是零，所以答案是零小于 x 小于60。没有。谢谢大家。